我要揾番茄啦、排骨啦、葱一棵同埋硬豆腐一樽嘅咁啊，我就带晒啲走数用品嘅塔啊呢啲咁样，咁啊希望走数成功啦。究竟喺边个位咧？当你包住嘅时候，你真系唔会睇到咁啊烂啊嗰啲。又系捉不到的番茄，摸唔到佢，全部都系咁噶，好搞笑佢哋。即係 有個包裝，跟住入下面有個膠的盤，我是很需要去摸到那樣真實的東西，它下下全部包住曬咧，我不知道那樣東西究竟是怎樣。拜拜啦，番茄。嗱，即係最少兩件膠啊！失敗又失敗。好啦，放低佢啦，拜拜排骨。哎，我點衝？嚇，咁樣嘅？我不可以不要它啊！好像以前小個買花咁，我咪已經有失敗啦，我咪有失敗啊！好，其實以我經驗咧，豆腐其實唔使諗嘅，我行親去超級市場，豆腐都係咁樣樣，我諗可以走得噶啦。好嗱，我開始懷疑咧 ，Greenpeace 係玩我嘅，因為咧超市咧係真係走唔到數啊！我唔理佢哋啦，嗱，我唔信街市冇啊，我而家去揾。姐姐，快充啊！台小姐，两蚊够唔够啊？我唔使胶袋噶啦，系啊，唔该你。袋咧有嚟。唔系唔使唔使 ，OK， 系啊，我会翻去洗。唔该你，好开心，我已经揾到冇胶嘅嘢啦。可能姐姐都会好习惯地去俾胶袋啊，咁即系佢话因为好污糟啊，入边有泥啊，即系整污糟啊咁嗰啲咁，我就叫佢唔好嘅。其实呢个就系你个选择咯，即系你可以同佢讲唔需要咯。咦，唔系喎，姐姐有番茄喎。姐姐啊，我想买番茄添啊！我终于可以摸到佢哋啦，应该系咁噶嘛，我系需要同佢接触下噶嘛，我先知佢啱唔啱我噶嘛。有袋啊？系啊，有袋啦，唔该。一档搞掂两样嘢，冇用过胶袋，冇用过任何胶嘅嘢。哎呀，豆腐啊，要一樽硬豆腐。系啊，唔使胶袋啦，我有大盒啊。哎，啱啱好，非常好。唔該曬，你靚過相機多謝多謝。哇，已經好快買咗三樣嘢，冇用過膠啊！所以你話我點樣可以唔外街市呢？好啦，我揾到肉檔啦。姐姐啊，姐姐，我想買排骨啊，我諗住我嚟煲湯啊，係一般。呢個俾你。好啊，好啊。環保應該噶嘛，係嘛？耶，五十蚊系咪？系啊，好，唔该，多谢晒。得咗啦，我好似已经买完啦，真系噶，系咯，齐咯，四样嘢，齐啦，我齐啦，我搞掂咗，我成功咗，不过唔系超市啫嘛，系街市。即系对于今次呢个失败，证明原来我一路去街市系啱嘅。因為街市真的可以做到的，他哋不會覺得你很怪嘅，即係即使即係個姐姐笑一笑，即係嚇唔要膠袋污糟喎，其實泥唔係一個污糟嘅嘢嚟噶嘛。我細個試過擺入口食添，我只不過真的很沮喪，係冇諗過超市係可能一樣啩，都會買到一樣啩，即原來真的冇得揀咯。咁呢一個係我覺得真係都幾唔希望見到，亦都希望可以改變啦。即我明白很多人生活習慣一次過喺間超市買到就買埋啦，咁但係。可以點樣買呢？係咪可以揀冇包裝咁樣去買呢？咁希望真係盡快可以做到呢一樣嘢咯。